Hello, everyone. This is Teacher Michelle. 老师现在帮你们，解说一下这一次我们的学习单。这个礼拜学习单呢，老师特别要提出来的是，我发现在 RAZ 上面它有很好的学习单，提供的是我们现在正在读的 Decodable Books。那不再是我们小书里面而已，甚至他们的自然发音的体系的学习单都做得很好，哇，太感动了。所以呢，我先带大家来看一遍，你就知道怎么用。那我之后也会放在我们的云端上面，让家长可以自由的 download。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学到的这一本书，它主要在讲的是 D、D 的发音。大卫老师也说，这就是他们小时候在读的书。有一个家长也问到说，外国人需要怎么样背单字或教小孩背单字？ David 其实主要的讲法，他是说他们其实不会特别去背单字，因为他们的语言跟中文不一样，他们是用声音去表达的，所以基本上像他从小他们就知道 dog 就是狗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会用 dog dog 就大概能够拼出来 dog。所以他们不需要特别去背单词，跟我们中文真的不一样，我们中文的音跟字是分开的。好，所以第一章的这个学习单就很简单，是 D the dog。 所以呢，小朋友就要学习大小写的分别。那注意哦，因为很多小朋友在至少三年级之前，左边跟右边是会搞混的，他的 D 会写成像 B 这样，所以呢，老师的建议是不要特别去纠正他们。你可以告诉他说这样是错的， B 写成 B 是错的，但是不要太责备他们，甚至是打小手啦，这些不需要，因为他渐渐的发展的时间到了，他就会知道说这是错的。好，过来第二章呢，它是 picture cards， 把它剪下来，它就是像图画一样，对不对？让他分辨每一个都是的开头或结尾的单字，比如说 duck 是 D 开头嘛， dolphin 是 D 开头， deer 的的的 ear deer， dinosaur 的开头， bed 的就在尾巴， bed， braid 就在尾巴哈。然后这个我看了很久，到底是什么？ sled。就是雪橇啊 ，d 在后面 ，slide 也是 d 在后面，对不对？啊，再过来下一张是 letter cards 字母卡，所以你把它剪下来之后怎么玩呢？就是让小朋友把大写的 d 跟小写的 d 可以配对在一起，大写的 a 跟小写的 a 哈，大写的 s 跟小写的 s。大写的 P 跟小写的 P， 所以呢，这个家长可以自由的选。那他没有，你看 A 是不是大 A 找不到 ，Capital A 找不到，你可以请小朋友用写的，然后再叫他说，那哪一个不见啦 ？Capital O 不见了，那请他写一个大大的 O， 然后是不是 Capital M 大写的 M 不见了，那他要写一个 M， 所以他预留这些空间是有他的原因的嘛。好，过来再下一张是 word cards 字卡，那这是这一本书里面常常出现的字，所以第一个是 the odds dots， 有没有？我来画画这里。那这个 T 跟 S 很多家长都不知道怎么念，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会以为要念 the oddsDots， 啊，其实外国人完全不这样念，他是念 s 的音，我写一下 s， 有没有 ？The odds dots p add pad the add dan， 所以这个是有点鼻音的感觉。The add dad m add mad s add sad。The done, the odd nod。 所以这个字卡呢，你可以运用的方式是剪下来之后，你想要他认他的英文中文意思是什么，你可以写在后面，
但是不要强迫他背。好，比如说像这个sad 好了，你知道它是伤心难过的意思，你可以写在后面让他这样前后的这样看，但是不要用背的，因为其实这一本书它的设计原理还是要让他们能够直接看出来读出来，是自然发音的设计，而不是为了要他认字上面的设计。好，过来下一个是也是字卡，那这里也是常常见到的这几个字，那老师帮你们念过去，小朋友也可以跟着老师一起念 pots。 对，所以老师刚刚说 t 跟 s 念什么，对，念 不能念 ts， 对不对？ pots pans pans mop mop mat mat pat pat map map sap sap tan tan dots dots 很好， t 跟 s 念 s， 所以阅读的好处就是多念几次它就会印在脑子里了，那如果你都不念的话，那当然就不知道。好 ，pad pad， d an dan， d ad dad， m ad mad， s ad sad， d an done， n art not。 OK。接下来是 high frequency words， 就是高度使用频率的字、那这个就是表示故事书里面常常会出现的字，也许它没有很明显的一个意思，可是常常会出现的。一个，一只，一双，一坨，对 and 和或跟 can 能够的能，会不会的会 see 看见The， 看到 th 一定要吐舌头哦。The， 那 the 这个字呢，可以翻成这、那、这些、那些，通通可以。Get， 得到。Is， 是不是的是。With， 那 th 要干嘛？走。所以我有时候会请小朋友画一个舌头在下面，这样就这么画。点这样所以小朋友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去画这个东西。好， high frequency words too， I 是我，记得我一定到哪里都是大写大摇大摆的哈。 on 在什么什么上面， in 在里面， cannot 就是不行不能的意思，不会。 he 男生的他，Put 放在哪里的放 ？The 哦，看到 th 要干嘛了？走。但是舌头当然也不要吐得太夸张了，所以画一个舌头，你看 ，the is this of， 好 ，this 是这个的意思 ，of 是通常是关掉的意思。再过来这里要做什么呢？他说 ，Have students color the pictures that begin or end with the D sound. D sound. 所以呢，如果是的这个字结尾的，或者是开头的单字，你才要画颜色。那第一个是什么？床怎么说呢 ？Bed, bed, bed， 对不对？大家可以写一下，有没有？所以它是不是的结尾啊？因此这个可不可以涂颜色？可以啊，你就自己涂，你开心涂什么颜色你就涂什么颜色。比如说你家的床是什么颜色呢？ What color is your bed? Maybe it's orange. Then you can color orange. OK，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脚怎么说？脚做 foot， 所以它是不是 t 结尾，对不对？所以它需不需要涂颜色？不需要，因为它不是的开头，也不是的结尾。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 ？Door， here， door， door， D 结 D 开头啊，所以要涂颜色，请涂。然后过来 che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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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D 呢？没有哈。过来 bike 或 bicycle 都可以 ，bike 有没有 D？ 没有哦，这是 B 哦，不是 D 哦。过来再一个 hand。有没有 D？ 有啊，有 D 哦，在家啊，最近 D 吧会当加，对不对？哈 ，D 在家。OK， 所以呢，老师帮你勾要涂颜色的有哪些？有 bed， 因为有一个 d，and door， 因为有一个 d，and hand， 因为有一个 d， 其他的都不要涂颜色。OK，next、okay, one。Have students say the names of each picture, then have them circle the words in a row that have the same ending sounds as the ending sounds in the picture name. 好，所以呢，我们要找第一个是 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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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蝙蝠，对不对？所以呢，它 ending sound 是什么 ？t， 是 t， 那你就要把它怎样圈起来？它有 t。它的 ending sound 是 t， 然后呢，它也是 t， OK。那第二个是什么？陀螺怎么说？我也是当老师之后才学到怎么说，因为平常不会说这个字。它叫 top， 就是顶端那个 top， 没有错。好、哦，它是陀螺这样。然后呢，它是这 p 结尾，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找 p 结尾的 map、mop、knob， 以此类推。过来，下一个是 bed。这结尾的，所以呢，你要找 mad, dad, and sad. OK, next one 是 pan 平底锅，那是 n 结尾，所以 where's n 只有 ten 这样。OK, 那这个 m 跟 n 它们两个的发音的差别是 m 在后面一定要闭嘴巴。哦，嗯 ，Tom， 嘴巴要闭，那这个是嘴巴是打开的，而且是用鼻音的 ，t a n ten，OK，、okay? 好，是最后两页，这个学习单怎么这么认真，这么长哈？我们来看一下 ，OK，practice、okay, sheets 练习单，哈，所以 Don does pad。Dan, Dad, Sad, Mad. Tom, 记得闭嘴巴。Pot, on, top. Sam, Nan, Pen. 然后 H 跟 F 的字。Cannot, he, put, see. Can, is.And a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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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过来 put dots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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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说怎样 T 跟 S 要怎样念对不对哈这里 Nits on Tom dots on a top 最后一个 Don can seeDots. Don cannot put dots on dad. 好，所以呢，最后一个这个是要做什么 ？Work mat， 工作的垫子。所以，请你就是写一个字，然后请小朋友念出来吗？他没有特别的指示在这里，所以呢，老师建议的话，可以你用写的。比如说你可以写这本书常见的名字比如说你写 The A、然后看他会不会念 The A、Dan 好那过来 The 用滑鼠写不好写 The Art Dot 这样然后叫小朋友把它念出来，哈，
所以呢，这个学习单真的是非常认真的，那加点劲哈。哦，老师整个解完，你看不到几分钟了，所以呢，各位家长真的是非常愿意陪伴孩子的，老师非常钦佩大家。而我们家的小孩，我也会努力带着他们。好 ，Thank you, see you next time.